雪倩，我只讲重点比较快了。啊，也应该问我说，哎，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哦，重点当然嘛是下一只啊。也是确定。哇，直接到七天奖，下丁卡西，草字头的下，水字旁的丁，卡西一个起再加一个金，那今天中午就先他好了，毕竟都得到手了嘛。嗯，缓冲。那看一下他的样子。哇塞，他吸血依然是一只蚊子在那边叮人呢。哎、欸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那谁？那要怎么冲他？天哪，这个游戏！啊，但一线培养一直不给，是不是？鸡啊！哦哟，变大好帅哦！你看，要给大家看他变大的样子比较帅。但是他一线培养一直不给我。啊，你看，我们就换他上场了。嗯。我觉得这个手也是蛮不得了的、欸，其实。怎么还有这么低的玩家在上面？赶快把它打下来！谢。哎，你捕获只是得到碎片而已吗？赶快把它打下来啦！好，今天手就到这里啊、哦。今天得到七天奖，不要讲其他只的啦，可是忘送我这一只，哎、欸，好痛哦、喔！刚才那个，啊，宠物好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是我打他也蛮痛的。